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黄老师 Andy，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早盘分享时间。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那也是我们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昨天的话呢，我们整个的盘面的节奏都还不错啊，对不对啊？昨天的话呢，两单都胜利了都赚钱了。那在这一块的话呢，也帮大家稍微的去这个回回血啊。那今天的话呢，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我们今天仍然是什么稳扎稳打的这样的一种操作继续带大家去赚钱。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欧棒哈。那今天的机会的话呢，都是有这个插盘有直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欧棒。欧棒的话呢，它现在是30分钟的3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盘面。那当下的结构的话呢，也是比较清楚那这边的话就是什么一笔这里就是一笔很清楚。这边的话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什么逆动能，对不对？那价格在上来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在这里就去做它的一个空做它的一个空。那这个空的话呢，我们可能要看一下这个内回档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差不多就是在什么76.476.4的内回档的这个位置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分批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分批去进场了。这个容错率的话呢，就是在内回档76.4跟这个正回档也就十几个点的这样的一个容错率没有问题的那在这样如果说76.4进场了，价格来到这个正回档，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什么加仓的一个位置。好，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欧棒的今天的一个打点的一个思路。那接下来的话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什么我们的一个美日那美日的话呢，接下来我们只是干嘛，只是研究它当下的这一笔下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不对？我们今天的一个美日的话呢，我们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思路去进行它的一个什么右侧的一个交易右侧的交易跟我们刚才的一个欧棒左侧打点它的思路会有所不一样会有所不同。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看一下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线趋势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当下的笔数的话呢也是比较清楚，这里的话呢就是一笔一笔下跌，对不对？这边的话呢就是一个什么震荡下行的一笔下跌。所以说我们只是观察它这个趋势线的这一笔趋势线的这一笔价格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如果说是向上突破了这个趋势线，对不对有一个回踩的一个动作，那这个位置的话呢就是干嘛去做它的一个什么去做它的一个多单去做它的一个多单。那这个的话呢就属于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右侧交易的一个方法。那现在每日的这个价格也可以干嘛，也可以选择去进场也可以选择去进场，它的一个容错率不是很高不是很高。止损的话呢，我们只是要放到这个刺头的下方刺头的下方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所以说那这个每日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就是一个右侧交易的一个思路两种进场的一个方式一个是什么限价进场106.85就是限价去进场，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等它涨一下然后回踩一下，那这个位置的话呢也是什么去做它的一个多去做它的一个多。好，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每日的一个思路那除了我们的一些打点的一些机会的话呢，还要给大家去做一个我们的一个什么重点的一个预期那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棒锐棒锐这个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比较清楚看一下。好，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的话呢也是比较清晰比较清晰的看一下。当下的话呢笔数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对不对价格进行了什么一个加速赶底的一个微反，对不对？那这边的话呢就是一笔上涨的一个状态。那当下的话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这个通道的通道的一个结构，对不对？所以呢这里的话呢就比较清楚了比较清楚。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级别的一个什么通道的一个多通道的一个多，当价格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去做它的一个什么通道的一个多点这个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什么是顺这一笔上涨的一个什么顺势的一个通道的一个多。那这个的话呢可能就是下周一下周二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了。所以说在今天的话呢也把这个预期给到大家，大家的话呢也是去重点的去观察一下是我们的一个棒锐4小时日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通道的一个多点。
好，那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早盘的全部内容了。那对我们阿萨社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或者是来到我们这个学习班啊，跟我们的新老朋友一起学习也是可以的。好，那今天的话呢，我也祝大家哈这个交易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